拆一罐夹馅大虾啊。这一罐啊，咱家这个夹馅大虾一罐是十只的啊。看看，然后这个馅儿它都夹着，但是它外边也是有点，你们到家的话自己的话再给它那个往里头夹夹，然后摆盘就好看了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加点馅儿，哎呀妈，太好吃了，老好吃了啊！这夹馅大虾一点都不腥。